好多人都成双成对学业单身了。我也好想赶快找另外一半有学业单身。来硕士看看怎么样才能快速脱单。面对镜头拍短影音，五官清秀，他就是这回指控艺人炎亚纶与未成年发生性关系以及偷拍的抖音网红要乐。一二三，走。我有一句傻毛驴，我从来不是这首歌唱错了，是不是？除了趣味短片，还有这种手势舞，短短几秒吸引目光，得到超过600多万个赞。但其实，2018年17岁的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号是明样。明星都有后面的人帮他做嘛，劳碌命的，对对，从一步一步起来，有是觉得，因为到后面事情完成后会有一个成就感。靠影片走红，还接到广告代言。因为下面有快200人上不来，已经在不开心了。2018年7月，甚至举办粉丝见面会，吸引大批粉丝参加。向往艺能工作的他，以为一切正朝轨道发展，却在同一年9月发生私密影片外流事件，一度关闭所有社群，沉寂一个月后，才以本名耀乐重新出发。参与 A 加如何？啊，跑还曾靠高人气登上娱乐节目 ，IG 也能看到他与 Kid 等艺人合体的影片，希望一步步朝目前梦想前进。从 TikTok 粉丝来看，当时23万，现在已经来到了37万，人气不减。但这回揭露与旧爱炎亚纶的往事，也让过往一切再度被翻出。TVBS 新闻张家宝、徐宁台北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